本测试均为超级课实际录制，具体测试平台如下，测试结果仅供参考。这地方真不错，氛围挺好的。毕竟切洛梅综合体的建设初衷就是要让众人在这里舒心办公。别念宣传语了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来。我们还赶不上演讲吗？来得及，来得及。之后我们去做旋转木马呢。切洛梅是坐落在伊卡洛斯平台上，这座浮空建筑始建于1950年，是我们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。这儿住着来自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杰出科学家。
上巨库。